有一种动物跟工程师一样，台风天也回不了家。什么动物？麻雀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潮吹了。干嘛？你要吃我的小黄瓜吗？我喜欢吃小黄瓜。哎呀，那来。晶圆电子，英文怎么念？晶圆 Electronics Company Ltd. 大。我跟你讲，不得了了，科技大厂啊，很多人呢听过半导体啊，听过晶圆啊，听过封测啊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利用这个机会呢，独家揭秘。哇，这个精彩！是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不得了了，今天有缘人吗？哎，他自己哦，应该是够大咖了。透过经纪人打给我，他只跟我说是姓黄而已。姓黄飞唱歌应该不会来。黄小柔当妈妈，应该对我们节目会嗤之以鼻，闻之色变。黄鹿子音，博嘉莹。对。只有一个人有可能适合我们节目属性的，应该就是黄木眼。小猪，这两个不太像哦。这两个呢，他知道在露营哦，就故作专心做。对呀、啊，人家都听得到，在那里啦，小猪，不是啦，哎，怎么是你啦？他在帮我弄头发。大家好，我是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。你也在棚内在转呐？啊，怎么是你啦？他本来是我御用的书画，现在。啊，不是因为我没有钱书画，我请他帮个忙。哎，他帮我一两个蛋。他很贵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很贵。他是书画界的劳斯莱斯。哦，哎呀，跟那个珍蜜便当一样。我们这个节目啊，一般来讲一定要没啊，推共推呢是第一次发生啊，就把高铁各一壶了，要不我请客。不是，还没开始就结束，推共身体不好，推共推重，我要准备了。啊，没啊嘞，没啊，没啊。冷静点，冷静点。这只青蛙你敢会认的？我认得啊。现在天黑了哈，天黑可以打开，要不然白天的时候打开，你知道我妹妹她那个怕阳光。我是那个九柱当中的绵柱，海绵呼吸，全集中喷发。没有海绵呼吸，这段袂用遐久啦，你家己又紧摕出来。对哦。啊，这么鸟是什么礼物？科科，你认识吗？嗯，科科，果果，那是念果果，什么时候改的？我跟他去那个企业女排啊打排球，然后结束以后呢，就拿到这份礼物，懒觉。啊，再讲一次。你有看过那几人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珍贵啊，还有果果的香味，那么。这个对我讲还蛮实用的。对呀、啊，蛮实用的啦。那我跟你讲，今天你真的要利用我，你才可以找到这边最棒的礼物。欢迎处长，处长，嗨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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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处长，处长啊，今天来特别把老婆带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刚结婚。啊，你跟他结婚了？啊，不是，不是，我老婆在家。啊，你当时去演艺圈发展，你怎么没带着同梯的？我们艺术不能勉强。那时候要离开的时候啊，就是董事长跟我一起刚好就在厕所遇到，然后他就讲话了，邓威啊，我知道你要离职了，要去这个演艺圈，你好好加油，我们都支持你。那如果你混不下去，我随时欢迎你回来。哎，好感人，哎，这很贴心。他一开始就觉得我混不下去。晶圆电子呢，是全世界最大的 IC 专业测试厂。哦 ，biggest of the world。那所谓的 IC。Biggest， 我们公司负责把全世界各种不同功能的晶片检测，它是否能够稳定的运作，检测它的良率，良率会不会发生一种状况？他们当然都希望每个都 OK 啊，给你一个红包啊，结果每个都 OK。这没办法，这都有规范。你卖加金丢啦，开玩笑，你是咧掉车镜？你干过这种事哦？我没有，你怎么流汗了？这是大家来，我们特别用心帮各位做了一个识别证。哦，这么好，好尊荣哦，识别证。来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对对对，我这张本来不轻易外流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它上面怎么是写嘉义彭于晏？很棒啊，用我的本名啊。不是不是，我们这边是实名制，我们不能这样乱来。像我的就写得很好，南港牛的，牛的什么？呸！
你的刚好就是你的本名啊，给大家看是什么？我为什么是虎尾虎妹？那、啊、你本来就是虎尾啊，要不然你想要什么？一个叫做虎尾蔡依林。我们在录影、欸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也不专业。谁打来谁？谁、欸、打来的？哎、欸，九令啊。OK OK， 对的，因为哎呀，真是他说他是什么虎尾蔡依林啊，我代他向您致歉呐、啊。哎、欸，拍谁拍谁哈 ？OK OK， 在江湖行走需要一个混号啦，你叫做虎尾邮政仪好了。我这里是小优吗？你刚写的我都很慢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来来来来来，进来啊，在等什么？哎呀，等一下，要先教你怎么进去。啊啊，不能进去啊！让玲玲教一下大家。要刷卡，刷卡用脸嘛，因为我是刷脸的啊。这里有镜头，这里是卡，你的脸刷是刷这里，刷这里哦。对对 ，Hello Hello， 妈，你妈我上电视了。你有没有去自动通关台关？护照放这里之后才看这里。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没想到你们设备这么严谨，最新的，因为而且它还会量温度哦。嗯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这样没错嘛？对对对。然后接着。来，看那里，看那里，看那里。36.6度，这那么厉害？没有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onight is good night. 虎尾虎妹华丽登场，请 B B 停住定格，定格10秒钟，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 OK， 请进。好，时间已经过了。过了。好，来再请 BB。好 ，BB。好 ，OK OK。哎，过了。好。哎，听说我在高科技业算是偶像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，我好久没有恋爱的感觉了。我跟你冇讲啊。你别安尼啦，阿文的，你别跟阮某讲，我就别跟恁某讲。咱互相都别讲。哈哈哈哈哈！救命啊！我怎么知道啊？对呀、啊，这边是换鞋的地方。我们是先穿鞋套。哦哦，这鞋套你不讲，我还以为这个是要这样子的。啊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这样是不是？啊啊哎，啊，今天衣服穿错了哈。哦哦，这样套起来。我要帮你穿啊！嗯，马健，我跟你讲，我审美疲劳。哎、欸，阿兰卡，恁是要鞠躬啊？无啦，要欢迎，但是不是我要鞠躬，因为我要欢迎我生命中的贵人。这边一个是我以前的科长，一个是我以前的师父。啊、哇，冠景跟美华姐，这两位都是前主管。对 对， 對，不要说你有前主管，我今天哦、啊，我也带我的前主管。你有主管？我也上过。你在金源店有主管？有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啦，这个是我昨天吃那个竹筒饭。你懂大师？他真的是主管。对，你会模仿你豆子。你不要，不是可以啦，你不要做没礼貌啦。他要也是探字啊，你会模仿的。你不要这样，他们两个是我的恩师。他真的会模仿米豆子，对，哎，米豆子，米豆子是小哥。主管算是无赌的，对不对？我还特别把它封起来，对，里面东西都要封起来才可以进去。我们入境随俗了，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一定要尊重人家这边规矩。我不能那个封起来，你看，我得把它封起来，对吧？你还在？我是把刚刚用好，你我刚才绑很久才绑起来，不是，他是我主管。我想说，只有他头发没弄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他是比较不健康的、啊，你就当遇到神经病就好了。我先问一下，这些衣服的主人是怎么了？怎么只留下衣服，然后人不见了？哎、欸，这是恐怖的呢，这是人上班要去起爱穿出来的腾来放在遐，无尘衣、哦，所以下班人就把衣服留在这里，好供我们平掉就对了。不是啦，放在这边。好，放在这边。但是我们这个也会定期会清理的。听说这里是全厂区最干净的地方，是吗？工程师啊、喔，对，经常台风天也回不了家。好，因为要敬业。对，还有一种动物跟工程师一样，台风天也回不了家。什么动物？麻雀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潮吹了。哇塞，干嘛啦？白头翁也有潮。对。燕子也有潮。对。为什么只有麻雀潮吹，其他的都没有吹？麻雀比较敏感。
一人一份，等回，进了监狱，好好反省，把你的衣物领好，忏悔你的人生，出狱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现在你叫黄登辉，你现在是我编号0205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配合你？很用心，还秀名字在上面，好感人，还把我的魂号秀上去，荒谬大师沈玉林。光穿这身衣服足足花了快20分钟。有。你穿起来蛮帅气的，你穿起来蛮漂亮的，为什么我穿起来像小偷？我觉得比较像忍者龟啊。那谁来帮我们介绍一下？哎，这里到底有多重要？这里非常重要。嗯，怎么说？而且每一个 Weber 啊，比你开的宾士 S Class 都还贵。Weber 到底是什么？小心，不要碰到，这一片好几百万，不要碰。为什么这个一片要好几百万？因为它非常的精密。它这个就是晶圆的意思吗？对，就是晶圆。哎，为什么有一下红灯，按一下，一下黄灯，一下绿灯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灰的意思。我那个时候出道的时候，概念就是看到这个想过。红灯停嘛，红灯的时候机器就停了。绿灯行嘛，绿灯的时候机器一直运作。黄灯灰为什么灰？黄灯的时候那个产线就来跟我灰。哎，个怕呀啦，怕呀，一灰一灰啊。原来是这样，开始了，就是全部自动化，它会自己去找它哪里，然后刚夹出来了。哎，刚才锤，锤到骨尾，锤去刚才的锤掉。掌声鼓励，锤掉了，锤掉了，出来了。哎，哇，电脑劲的啦，这地就是一片微博安尼，啊，拢测试掉啊，已经把你放挂起来了。这间啊，满满的都是钱。去年营业额多少？这不好说，但是这也是机密。哎，张维多少？机密。老二多少？机密。我说你们家老二啦。对，我们家老二现在国小3年级。哦，几公分？150公分。哦，对嘛，哎呀，到处都机密。这个地方哈，连内部员工都还不能随便出来就是的，没错。有的人去过巴黎铁塔，甚至有人去过北极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有来过这里吗？没有嘛。没有你这边啊，要拍下啊，我这边两分钟啊，很机警，不要他投履历来上班就可以来了。一林哥，我知道你肚子饿了，我们去外面吃点东西。对，我们去外面。他给我邀请得开麦了。对，哎，吃饭，餐厅呢？嗨，压力型用餐呢是健康的隐形杀手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医生就告诫我们，边吃饭边工作对身体很不好。所以呢，为了健康，我就不吃饭了。玉涵，今天跟你录了一整天，我突然觉得我都不怕冷嘞，因为你好御寒。哎，你要吃我的小黄瓜吗？我喜欢吃小黄瓜。哎呦，那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啊。哎，处长，你看我的表情好像怪怪。哦，你要做的小黄瓜对不对？来，不要，来，不用，是不是？来，没。我是想跟处长说，他们这边员工餐厅跟我以前不一样，现在变了很多东西，连小黄瓜都有。啊，可以介绍一下吗？我们总共呢有9条餐道。哦，有9条餐道。对，那另外还有一个全家跟我们的木咖啡，还有一台便当机。我们每一餐的价格30块，从来都没有变。你讲真的，我这本东我吃完了，我还饿，我在吃牛肉面，我还饿，然后我再吃沙拉，我还饿，我还可以喝乌骨鸡汤。那你们这边还有准备威士忌给大家？这不是威也是冰滴咖啡，冰滴。哎，怎么做那么精致啊？难怪哦，坊间流传在我们金源电子这个滴咖啡，一滴咖啡一滴金。我刚刚好去绕了一圈啊，我去买了这一瓶。工程师的最爱，查理王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工程师日夜操劳，喝查理王就回甘。我刚逛了一圈，这里哦应有尽有。刚刚看到很厉害的这个鸡腿便当，我特别交代他不要切便当嘞。来，鸡腿便当不要切。嗯，今天是整点。你不要切，我叫你鸡腿不要切，你整只鸡没有再切，你整只鸡没有，你在那边笑，这
己从哪个告别式会场拿来的啦？哎、欸啊，那我不需要一整只鸡，我只要半份就好。哎、啊，便当帮他准备啊，来啊，半份便当。你是有什么问题啦？你也是有问题。你那个便当都不营养，我这边有一个非常有营养、有健康的便当。这个便当真的厉害，真的是厉害的吗？既然会放在最后压轴，那一打开一定会吓死人。来哦！你不要吓我们处长啊！我们今天算是比较那个体谅大家，家属只能看一眼。你看完，跨爪被三个机器人啦！三二一，嗯哎，厉害吧？这什么啊？便当啊！这是厉害在哪里啊？今天来到这边要介绍给大家最厉害的宝藏就是这一个啊！此话怎说？一般我们吃便当，对不对？便当里面是什么菜都有，然后什么营养就集合在一起在一个便当。啊，这一颗胶囊，这一颗胶囊就是一个便当。啊，里面什么营养都有了，里面有人参、姜黄、玛卡、B 群。啊，你刚没修好。这么厉害，哎，等于就是保健食品界的四大天王哎。多因万。除了这么多含量之外，黄金组合之外，重点是他还拿了国家认证的小绿人标章，所以他拿到这个标章不容易呢，一定品质要到一个程度，而且拿到这个标章才可以说是健康食品，国家认证的小绿人保健食品。嗯，对，而且它的重点就是它其实可以延缓哦，降低肝纤维，再次。减缓肝纤维化，肝纤维化，对，这个很重要哦。肝没有保养的话，就会慢慢的这个就纤维化，那真的会变成肝骨的，对对对对。但是有了它之后，你的人生骨也拢拆线，是。我若无好人生是黑白，无聊一料，你的人生是。虽然是老生常谈，但是因为肝算是国病。啊，尤其台湾人罹患肝的疾病的比例非常之高，好，可能大家压力都很大，企图心也都很强啦。预防胜于治疗，他努力工作、熬夜工作的同时呢，也别忘了要照顾身体。对，你现在为什么要直接介绍这？因为这粒胶囊是台积电等级，现在全世界上厉害的半导体，奈米、二奈米、三奈米上厉害的做愈细粒的晶，那个半导体晶圆都是台积电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啊。我跟你讲，这粒就是胶囊界的台积电。它有这个小分子的包覆技术啊，它可以把它这个分子做到最小。一般我们这个胶囊吃进去就跟糖果一样，这大粒就去阿巴倒来，这伊袂油嘛，袂油，甲你阿巴倒来，这补一个放掉去拢无吸收着。一小分子你吃到资料，瞬一个全部油了，超过98%的吸取率啊！这粒我甲你讲，退上去直接救全国，救恁全家族，救恁全家健康。我挂在两个这个分子彩色的，无吃你人生的变乌白，真正大，来真正大呐，真正大我甲你讲，当官快来。台湾我都抓，今日提两只抓来上架，加来上架，加！不要闹了，赶快到右下角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追踪威廉姐欢乐颂。那这个就拿来当礼物啊！我觉得艺人朋友啊，拿到这个应该会更开心吧。而且哦，这个不只适合人类吃，像鸡也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乱塞！今天可以透过这个节目，然后回到金源店。我一路我刚从门口看到拉比，然后走到无尘室，感动。你们没有看到我的时候，我都偷偷在掉泪。我在这边要跟处长说谢谢，谢谢你这次真的，因为我们其实不让人家随便进到我们的无尘室，然后这都是机密。然后今天为了我们可以来，然后还陪我们到最后。谢谢处长，就是金源永远是我的家。收一声，让我收声，谢谢你。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，让我喝起。我好不容易做了有质感的 ending， 都没有做过。那盒给我啊！不要亮，啊，连崩还没上啊，搞不得奇怪。这反正你刚才也给我一个蓝胶而已。这没有，你还没有给我什么好东西，我这个还比蓝胶好嘞。对，而且这还能救蓝胶。See you。 好，威廉姐欢乐颂哈 ，Let's go， 下一站。拜拜哦。幸福。你是不是下一站高铁，对不对？
九十四年。九四年的时候进来的。啊，林刘，啊不不，林。你是要林培林刘叔叔叫的不？不是，没有。然后我被离职的心，你看我离职单，去实现伟大的梦想，这是他的离职原因。对，哇，第一次看到离职单这样在写的啦，啊，去实现伟大的梦想。对啊，这好反讽哦，对到你现在。不会啦，现在是不是？